我最近又买了些啥？之前给你们推荐过他们家的那个绑带鞋，反馈特别好，很好穿吧。今天这两双呢，是我挑了大概十几双里面出来的留下的这两双。第一双是一个乐福鞋，不过它是带跟的，这个跟的话不会很高，大概4公分左右，我觉得是比较日常的。他们家鞋除了好穿以外，我觉得楦型上来讲是我自己比较喜欢的那种瘦身的感觉。你看它的前脸在腰间这个地方是有点往里面收的，因为乐福鞋我自己在搭配的时候，我就是会比较担心它显胖。然后上脚的效果我给你看一下，这个是上脚之后的一个样子，就挺秀气的。然后我是会搭配一个这样子的小短袜来穿，这个是我全身的一个感觉，挺好看的，就很秀气，不会特别夸张。值得一提是这个脚感，里面是回弹感特别强的，我现在按不知道能看得到。它的话呢，上面是有个古铜金扣的，我觉得还蛮复古的。然后加上它是一个牛皮的面，它不是做的漆皮，但是是因为有牛皮的光泽，它能呈现一种很光亮的感觉，所以是我喜欢的那种漆皮感。而且我看了一下详情，这双好像是还是升级版，反正我觉得脚感上是很不错的。然后还有一双，这一双我就不做主推了，因为其实我穿的比较少，但我必须得有一双这种鞋。有的时候穿一些小黑裙啊什么之类的这种系带鞋，我觉得还是不可或缺的，它会比较有正式的风格。然后我之前以前喜欢买的是像那种 SW 的那种素面的，今年的话我会喜欢这种有一点金属装饰的，然后再加上这个牌子的舒适度真的是没话说，所以的话我就把它留下来了。上脚的效果是这样的，搭短裤啊搭裙子的时候还是不可或缺的。然后就是这个牌子的耳环，我也算是这个牌子的忠粉了啊。这次的这一对呢，我改完耳夹之后给你们看一下，它是这种有点硬质金属的感觉，在耳朵上是非常简约的那种形状，但是呢硬质的金属能够做出这种流线感，我一直都还蛮着迷于这种感觉的。这样一个真的很好看，因为包括有一些比较正式的搭配，然后或者说上班的时候你要去戴，就可能不能选太大的那种亮感的，但这个的话它是在这种小小的熟女的版型里面做出了一种设计感跟一种中性感的。哦，这个真的好好看哦！啊，这个是金色，我平时戴的比较多还是银色，你就看搭配的需求。然后我在买耳环的时候发现了这条，它是这种双层链子叠戴的，它会有一个这样子吊坠的感觉，其实还蛮灵动的，而且它可以分开来戴，这个是我觉得比较实用的一个设计。他们家我感觉做一些这种带纹理的金饰还是蛮好看的。这个上面是一根短一根长的，所以它戴起来之后它会有一种双层的叠加起来的一个感觉，好看吧？而且它好亮，远看的时候好亮好亮，如果是转过来那个方向，它看上去就会比较哑光一点点。再来也是一双鞋子，这个是我给我姐挑鞋子，因为她在机关上班，经常让我帮她找一些保守但是呢又有一点点小心机的这种鞋子，然后我就发现了这双，看到最后帮她买了一双，我自己也买了一双。它是这种小香花呢的，我觉得会很适合去搭配一些正式的衣服，因为像我的话我可能平时穿的是很休闲的那种风格，这一块就等于我比较短缺，而且它里面也是这种沙发床的设计，就脚感特别好，我是会因为脚感然后留下鞋子的人。它这个旁边的话皮质就非常软，穿起来特别舒服，它的方头会稍微在尖头的基础上再多上去一点点，所以不是那种圆圆笨笨的方头，这个鞋型我还蛮喜欢的。然后它的设计是上面有个珍珠，因为你要知道正式的衣服说实话就不能太潮流，不能太个性。这双的话我觉得是在基础的一个版型上面做了一个设计上的大改变。哇，这个脚感好舒服啊，软绵绵的，然后其实蛮显腿长的啊。上班的时候有的时候就要穿的特别的正经一点，然后你去搭一个这种有一点点华丽的鞋子其实就刚刚好。值得给他们来个特写啊，你看一下它的这样子的一个鞋底，它是这样子凸出来的，然后超软超软的，很舒服，这身入鞋真好看，我可太会买了，好。最后这个就是卡达，这个应该我直播间已经给大家带过了，没有忍到今天就已经给你们推荐过了。它这个是很秀气的，因为之前的话我推荐的一些卡达它是比较大的，比较适合女生的，然后他们今年出了这种小的迷你的系列，我就觉得好可爱啊。它上面是那个行李箱，它的箱体是哑光的，然后它的那个轮子的部分用的是金属的光色，超精致的。这个小行李箱它是有个长款链条跟短款链条，长短链条是可以叠穿的，他们家的项链都很好玩，大家可以自己有 DIY 一下。然后还有一个是发，我还买了一个发发，这个的话我要拿来搭配我的一些潮 T 大 T 来穿的，但这个的话是属于女生感比较重的，搭裙子都还蛮好看。这条项链它是两面都能戴，你看这个是发字，反过来的话它就是一个绿格的一个效果，所以看你自己的搭配，爱戴哪一边都可以。这个上身的效果我觉得比看到的时候更好看，因为它比较有文化的一个潮感，而且它的整个配色是绿色的嘛，会比较有特点一点点。就这件的话我可能会拿来搭一些大大的 T 恤，可能不是像今天这个样子。 OK， 这些就是我最近买到的一些薪水好物。好了，攒一攒，下一期见，拜拜。